Why are you here again? How many times do I have to tell you? Stop taking my stuff, lah! Hey, are you there?把这些东西带回来做什么？跟你说了好多次了，不要放弃了，没有用，到时候拿回来。你。
陈先生，您放心，光明未来学校可以满足您的儿子的需求。我们学校有很多患有精神疾病的年轻人，都在这里有了突破性的改善。您的儿子可以和其他的学生一起交流，跟他们一起建立友谊。我能明白，学费是个问题，但是我们学校因为空间有限，我不想让您失望。所以陈先生，你决定好了吗？你让我考虑一下吧。我也希望我儿子过得比较好的生活。我会再通知你。好，谢谢。好的，没关系，谢谢你。慢走。喂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喂，文朗，最近来怎么样的？你说 Kenny 啊？那当然了。最近他的表现很不错哎，他的欧水准全部科目都有拿到 A。哇哦，挺厉害的嘛。没什么啦，如果不是去补习，他也拿不到那么好的分数。你也懂，现在的补习中心学费这样贵，如果不是我老婆坚持要他去补习，我哪里会送他去？我们公司现在的行情又不好，薪水也不高，哪里来的钱啊？对了，最近我也是开始担心我的房子的费用。你呢？家人怎样？他们都过得很好啊，只要他们每天开开心、健健康康的，我的心满意足了。哎，陈伟啊，你呢？怎么样呢？你孩子呢？哎呀，没有时间跟你们闲聊了，已经聊了。Hello， 小弟，你在干嘛？飞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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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飞走了。
青色，青色，青色，青色。青色，青色，青色，青色。Hello， 找谁？停下来，停下来，我说停下来，你为什么把家里搞到那么乱？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？我跟你说了很多次，不要做这些没有用的东西。我求求你好吗？喂，你看风筝飞得那么高。喂，你看风筝飞得那么高，你看。喂，不要害怕，你看爸爸在放风筝。喂，来，爸爸教你放风筝。喂，你看风筝。飞走了。冰威，冰威。冰威，不要爬！冰威，静怡，
静起来。对不起你，啊，对不起，你走了，飞走了，飞走了，对不起。飞走了，没关系，爸爸教你。我真飞啊飞啊飞啊我真飞啊我真飞啊